Hello，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中中，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玩《肖像梦魇二》的第二章内容。上一章呢，我们是在树林里边逃脱了老猎人的追踪，这边呢乘着一个破旧的木门来到了一个城市中。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这边是一个房间啊，比较破败，从那个洞钻过来。走过这个巷道之后，就进到了一家理发店，应该是，应该好像是一个餐馆、酒吧。高脚凳像是一个酒吧一样的东西，穿过破碎的木门，里面还有好多的破旧电视。应该要找他垫一下，哦，队友垫一脚，我们跳过来。那是不是那个队友就爬不过来？我们需要把这个电视按拽一下他。然后我们把他踢下去，是吧？上来了，我们大概荡一下，然后去到左边。那还有一个电视，应该是把它推下去的话。那我们的队友就上上面去了。那我们这里呢？啊，直接走楼梯就好了。这个跨度有点大，应该是不要让他来接一手。我们继续往上。这边左手边是队友过来的地方，我们小心翼翼走过这个木桥。啊，这一个特别小的缝，我们可以钻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我这怎么电视突然鬼畜了？要干什么？我们可以过去吗？哦，用 L 调整讯号。哦，我们就穿越进来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什么灵异功能？哦，没有玩过一，是不是跟一的剧情有关啊？
哦，这边来到了后巷，特别多垃圾堆。这块我们是不是要拉呀？拉完看后面有一个洞啊，但是可以钻过去。那这边呢？因为那个门没有开，先来观察一下。哦，这里是可以有一个，可以爬，有一个床单。那进来这个公寓楼。这有个电闸啊！哇，这墙上的画好可怕啊，眼睛冒着黑光。我们把灯关掉了是吗？球有什么？先观察观察。我刚才是关了一个灯。这边有光线啊，是我们要把东西放在这边吗？看一下这个木块上是什么？块上好像是有东西的，哦，是眼睛，那就有两个方块，正好是给刚才那幅画的两个眼睛，是吧？我觉得还是那个麻牛皮纸袋的头比较好看，那个尖尖的帽子不是很好看。画刚才是不是动了一下？哦，我真鸡皮疙瘩我。
是这个意思吗？是缺了两个眼睛。我们再去看看那个屋里面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没。这是最一开始在中间的皮球。缺了两个眼睛，这个眼睛需要摆放的方向有关系吗？就需要把它朝上啊。哦，就把这个画砸下来啊！可以可以，我还以为是跟这个两个木块要跟它对着眼睛对齐呢。这个地方是可以踩下去的，是吧？一起跳。跳跳跳！又是好黑的一个场景。需要拉吗？哦，拉开了，钻进来又是一个特别小的通风管道啊。什么声音？又一身鸡皮疙瘩，哦，好吓人！跳下了，跳下了。
胆小的人不要自己在家玩这个，很吓人的。哦，那边有一个小孩儿。被一个铁桶给砸晕了，一、二，他在那边，那个门是可以进去的吗？往前走一走啊！把那小男孩往哪走了？还好我预料到。小鸭子。这是什么阴间效果？不会又有哪个灯掉下来了吧？哇，他这个配乐就特别符合这个阴森效果。怎么都没有脑壳的？有个锤子。八十，可以。应该我往前后躲一下，应该就能给躲过去了。因为我们不去要砸这个人，他应该自己会被铁桶给砸死。勾一下这个桶。果然。前面不需要我这锤子了是吧？听到了一响什么？有一个钥匙孔。小点声，小心翼翼，小心翼翼。在
钥匙在哪呢？这个老石是吧？赶紧回头写东西啊！再等他一会儿。观察一下地形啊，等他再回头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冲到那边门里面去。钥匙在上面。不、是我们要拽完之后去跑到旁边。往前的话，应该没什么东西了吧？这边还有一个小门儿。这拽不开的。拿到钥匙了。藏那个盒子里边吗？啊，这边有个盒子了。我好吓人，那个大长脖子。看不到我，哦，你把这个打开了。我们拿到钥匙之后就直接揣兜了，是吧？我去。我去，这女老师，悄悄的，悄悄的，你要。没发现我们吧？我们插钥匙坐电梯是吧？哦，吓！
吓死了，吓死了！啊！啊！我天！手心一把汗。哎，这小哥也是跟我们戴一样的帽子。这画什么呢？那不是友善呢。哇，我这么友好去接近他，他反过来扑我一下。应该就是要走到这个粉笔外面就可以了。哦，我们是要冲到对面是吧？哦，我们还要拿那个，哦，我们还要拿那个东西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啊，把它引到这边啊，把它引到，刚刚把它引到这边来，我们去拿这个。气儿都不敢喘，终于啊，解锁成就 ，merciful fear，merciful feast。啊，这又是什么声响啊？不、哦，嗯、啊，钻进来，钻进来，钻进来，躲一下，躲一下。我靠！啊、橡皮泥一样的大脖子。我、哦、他在干什么？这个地方我们还要碰掉一个杯子，然后去躲到前面去。在这儿我们要往上爬是吧？这儿呢？哦，又引到他了。可靠可靠可靠，老师在这。看到那边的情况啊！哦，还不是直接跳过去的。哦，是不是沿着这个横杆往右走啊？这个东西是可以挪的，
快跑啊！我没跑进去吗？我去！这边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过来，有些地方是过不来的。那还不能直接跳下去。我们要跳到右边去。不要过来呀！进那个屋。我们呢？哎，我们不是从这儿走吗？啊，有没有什么可以爬的地方？这我们也要推这个门啊，这个门我推不动。把手也够不到。这是可以拖的吗？啊，这个可以拖的。这可以拖的话，我就能够到把手。啊，这就进来。啊，那个进来的老师呢？我们要上去吗？右边有一个门带锁的。你应该上去找钥匙吧。哦，吓人呢。
哇，这有一个抽搐的小人儿，变墨水了。我能把它放在上面吗？哎，我就可以这样够门。一个象棋，那需要把这个 Queen 拿上了。我们怎么上去呢？哦，从这拿到了一个 Queen 的头，是 Queen 还是 Knight？哦，是个。象的头，问题是放在哪个上面呢？放在一个他吃不到的吧，因为他好像是一个 queen。好像没有什么反应。放在这上面。还是说要把所有的都……他看的这个方向，是不是把这个放在他看的这个方向上？然后呢？只有这一个哎。这个上面的其实也是可以去尝试拿一下，但我不知道怎么拿。有个瓶子，
感觉这个桌子上的还是要考虑怎么拿。不动动吗，表弟？哎，这幅画是不是可以动啊？哦，应该有三个头，他这意思说，Night Queen， 哦，我们刚才门外面那个也要拿出来。这应该是，在这儿。哦，知道了，我们要先跳上去，对吧？跳上去之后拿这个头，哎，然后它是放在，下面，然后这两个换一下，把这个棋局给做好。那这样，哦，什么东西开了？灯开了。哪儿的声音？刚才我们出去看一下啊，好像是门外面出现咔啦一声。还是说这个后面？可以再重新按一下试试啊。我们出去看一眼。
毛骨悚然。来打开的门或者是什么在哪儿？有哪里我没看到吗？要拽一下这个灯，哎，刚才我们没有拽到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跳了之后，它一直没拽到。哎，拿到钥匙了，我们可以下楼开右手边那个门了。喂，这个楼梯的防护栏怎么做成这个样子？这楼梯防护栏都不防止我掉下去的吗？开门。这什么餐厅吗？从上面这个通风口走。有勺子，我们要拿这个勺子砸它，应该。不、哦，这么多人。砸早了。
应该下去之后把这三四个人全给解决了。哎，又砸倒了，应该在这等他要扑的时候再砸。哎，这个距离好不好掌握呀？这个地方怎么过的？哎，我不想打他了都。这个地方我还是没有搞懂啊，怎么这次又早起来了？突然鬼畜了，然后这边这个盘子也是高亮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头套在那上。哇、哦，刚才我自闭了多久，终于搞明白了。悄悄的，悄悄的。哇，一群熊孩子。哎，这熊孩子，别推我呀！别乱丢东西啊！别乱丢东西！哇，满满的恶意。这么多熊孩子，赶紧走过去！我怎么感觉这个灯要掉下来呢？哎，到底掉不下来？一会儿一过去我就掉下来了。哎，终于！哇！刚才不知道在那卡了好久。
哇，这个涉及悬空的碗橱，哎，我们可以直接跳过来抓这个钩是吧？荡一下。把什么抓下来的？这是嘛意思？哎。这个抓角的判定有点问题，绝对碰的是那个绳子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对不准呢？那罐子里边其实有一个脑子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用。
老师拿这个脑子撞一下这个门把手，哇、哦！又要玩捉迷藏，这里面这是什么？鱼，好恶心！应该要回头过来的。突然冲过来干什么？好吓人啊！看到我了，这地方要怎么过去呢？有什么东西可以垫一下？它是不会动了吗？这门应该是开不开的吧？应该是要把那个罐子用他的头给打下来，我觉得。那我们能垫一点之后才能。还没撞下来这次。
哦，原来这么样，他是要到，将它到底下去，让我们爬到上面去。他背景音乐还有心跳声，再加上这个手柄一阵一阵的。回头吧，你别突然回头。啊，这次没发现我们。然后呢？啊，从上面。哦，终于过来。应该是往右走。哦，又是好多人，拿锤子，砸他们。啊！哎，又被游戏桶给害了。这样，我们先过去，勾引一下这个。哎，拿了锤子，过去之后往前绕。啊，还有人吗？锤哥，哎，这怎么还虚晃一枪不扑过来？什么阴间陷阱？还好存款点到了，我一下还想阴我。哎，怎么？哎，不是，不是，我就碰了一下那个桶，怎么就平地摔了？
终于可以救我们的同伴了。走你！又能给锤到锤爆吗？锤爆！那是不是救过来了？你还好不？嘿嘿嘿！少年，你还好吗？好像是个少女。继续。拉，来，打把手。OK， 我们又从刚才的教室出来了。那么这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下一期呢我们继续来做《肖像梦魇2》的后续内容。 OK， 下期见。